我们后期是一枪就完事了，我们会越射越快。FB 闪退是怎样？哎，没事啦，要去 YouTube 啦。哎，玩射手好啦。换麦后声音很像星星母汤，这个才是我原本的声音啊。我来玩射手好啦。我觉得他这个版本速推线骇牙应该不错哎，可是骇牙如果对线被弄的话，又很烦。就好烦。这个版节奏很快的版本，来个景是不是不错啊？天才最熟悉台北的哪里？台北车站。每次经过都会捐一些钱给需要帮忙的。诺伊跟林林啊，请选择使用英雄。对面这么软，感觉很欠喷哎。我觉得这个版本啊，节奏快的版本拿景是不错的。拿景是不错的。指标如蜜呀，安娜，你这个版本这么猛。欢迎来到。我们要传说对决。对面那个守门给射下来，守门跟林林加诺伊，还有那个。这对面全部都脆皮，全部脆皮的情况下拿紧，我觉得挺好。而且紧的这个造型，我非常喜欢。紧的这个造型可以。安安。哎西，怎么又是射到那个？紧很奇怪。锦的话，我觉得，nice。打野刀的话，感觉前面先弄个攻速的，但我觉得也可以先出鞋子，跑线啥的，对不对？拉一下，不着急。买个鞋，我觉得也是可以了，加速我们这个洗打野怪的速度。滚一下，射一发。如果紧位置抓得好的话，那个距离抓得好，我觉得打野应该也是可以的。我觉得，爱丽丝跟鲁米亚这后期英雄，蛮的，可以了。攻速跟那个，可以了。下路我觉得没得打了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太难受了。抱着力量吧，射一发，缓速一个，射一发。这个有点小神秘。我们会越射越快。不是说锦的攻击速度会越射越快，还来诶，龟缸诶呢，一直想要这样偷鸡摸狗诶，一直呢，很夸张，真的，等升剑吧，那个上塔我们应该救不到了。射一下，你被照到了，兄弟！圣剑快出来了！我们后期是砰一枪就完事了。这边锁文后期是要滑过来，就，我们是就没了。两边都是射手，再等一下，千万不要走那个草丛，你看那个浪辅助去踩就好了。出事啊，出事啊，阿贝、啊、！Nice， 有没有这两只英雄清兵超快的？啊，怎么叫到那呢？下路要退了。我们还有兵呢，但左边有熊猫。哎，我发现这个排位，大家好像还算强啊。就是没有我想象的这么弱，可以啊，
太远了吧？还想吃？那林月都走超前面的，超欠杀。吃就吃呗。锦的大招打这野怪超痛了，因为锦的大招算是一个斩杀技。他大招以损失生命20%、欸、的物理伤害很高啊，20%很高啊。1000多少？1000就200，1万多少？2000啊。3万的话呢？6000啊。没给个晕。啊，后期该我们的吧。哇，好痛！六杀一波。我们有双射手，没事，我们先收个野怪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霍启是我们的天下了。咻！我在想要不要布防起来，是冰跑什么的。Nice， 霍启杀，9分40几秒，4-4哎。痛，是真的痛。等那个天童营出来啊、哦，我们装备要顶了，别怕。换铜刀吗？这么快就要换的吗？还不用吧，我觉得先破阵呢。不是，我先把破甲装出来吧。破甲装出来，看出什么？感觉直上王者是可以的。哦，我们现在有破甲了，很痛了，我们现在超痛。这时候再来换铜刀，差不多。看起来。是啦，这力量就是属于你。哎呦，吃魔龙是吧？压不进去是吧？现在可以考虑了，看你是要出，先把红刀弄上去，还是先王者？但我会选择先王者，反正你都没有说很吃攻速了。欸，红刀是近距离角色才吃香啊，我在远程的我没很吃香、啊。中三加二，中兵可以行，可以，然后我们可以再带一波凯。炸，2000多一发，不然给我用魔的也可以啦。假装转中，继续破下，再滚一次，下掉了。那锁纹没事，不用磨的，反正塔只有6000嘛，不急不急。哎呦，12块，那不能打了，要拉。哇，浓了13分钟多啊！真的是大后期了。OK， 探不出去，需要卢米尔跟爱丽丝他们。装备的话，可以再来一些暴击啊，因为现在暴击几率毕竟也只有40几%。好吧，我们很痛，超痛，有没有？我们打这么久就是为了后期这一波，没了。先点塔，把后面的射掉了，结束了。紧着英雄就是这样。够变态吧！这个会战结束了，这把可能还没结束。请求集合，感觉可以。天哪，结束！哇，锦的这英雄挺猛的。哎，有精神烟来。Fitly， 最近都练脚嘛？不是啊，因为他这个版本更新啊，第二名
紧这只英雄，他弄到后期，他的伤害是真的是非常可观啊，真的真的。回家后期甚至比那个索伦还要更恶心啊！你们看我可能没什么伤害，但是我前面一直弄，可能我打了25%，知道吧？这英雄还是可以的，这英雄后期挺猛，可以练一下。